服装会不会太辣了？还 OK， 还 OK。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信心啦，所以今天我觉得是抱着一个很幸运可以参加这么荣大的一个典礼来的，然后当然要对自己有信心。Yeah， 我觉得也 like Karen said， 就是做音乐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信心，然后you know we wish for the best， yeah。Yeah， 我们相信他的。耶、yeah. 啊！这两个人生还要这么庆功吗？吃东西。吃东西，真的吃东西。就吃东西，对，因为我们就是稍微就是最近有少吃一点点。对，为了好看。你有吗？I tried.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看什么看？快停啊！